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Jenny 梁根荣，来自新加坡，是一位制作人以及创作歌手。很高兴能够在上海国际独立音乐季为你们呈现这首歌，叫做《从今以后》，希望你们会喜欢。是从今以后，我是 Jenny 梁根荣，来自新加坡，希望你们会喜欢。